各位守在电脑前的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围棋 TV， 我是贾倩。今天很高兴和刘星七段一起来和您一同欣赏第十七届同理杯中韩天元对抗赛第三盘的这个对局。各位棋友大家好。我其实很想说很高兴出现在这个今天的直播当中，但是这话有点说不出口。其实我更希望的是今天还在景德镇，在下畅棋杯半决赛的决胜局，但是很可惜昨天输掉了。哎呀，输掉没关系，那个你还是回来为围棋事业做你的努力了。确实是，不过今天我做这盘棋的讲解呢，也是有点意外，因为我们的某位大牌主播呢，他本来应该是他今天直播的，但是呢，他因为他的怎么说，他的小伙伴过来私人事情，所以临时放了我们鸽子，无奈之下呢，我只有临时顶一顶。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临时出来救场的？也可以这么说。确实是我们刚刚昨天送天又迎来一位贾小姐。那个是贾刚露。看来你们围棋 TV 和姓贾的棋手还是挺有缘的。确实是。要不然我们大家应该等待这盘棋等很久了，我们先进入棋局。好。这盘棋是陈耀烨执黑。这个白棋第二手棋走在右下角是一种战术，还是我看棋谱的时候，我曾经怀疑他是记录员的，就是他坐的位置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好像发现这也现在是不是也有走这个的白棋？对，白棋正常来说一般是下这个角和这个角是比较常见的，往往走在这个角就是走在黑棋的这一面，等于一般来说黑棋是坐在棋盘的这边。对，他我觉得你白棋他可能是坐在这个位置，但是他把手伸到这儿是不是会很累啊？这一般来说是一种战术吧，也可能有点心理上的一些关系。他是担心黑棋下什么布局呢？他这个意思其实没有什么担心的，无论黑棋是要下错小目还是下新小目，其实他都可以啊。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一个心情。对对对。中国流。上一盘就是第一局陈阳烨执黑的时候呢，他下的是陈阳烨下的是这个位置的错一路的中国流。现在那个错一路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呀？错一路的意图讲主要就是说防止白棋从这边挂入，就是如果当然白棋就是选择会多一些，从这边挂也可以，从这边挂呢也会很比较从容的。这个我前两天看他就直接这么挂进来吗？当然不会了，就是将来就是从这一带进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容易安定的一个棋形可以走出来。如果是放在这儿的话，白棋从这边挂就必定会更苦一些。可是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他现在比如说他像实战这样挂角之后直接点角，这个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可能会以后下成一个就是白棋弃角的那种变化，可能是不是因为黑棋这个子的位置要比这个要好啊？对，就是因为有可能是黑棋这边形成后势，就是很有可能啊。假如说像实战那样形成后势的话，这个子呢位置离后势更远一些，也会更占便宜一些。但是他这盘呢没有选择这个，就是换成了常规的中国流，可能也是不知道是不是他对第一盘的布局不太满意，因为那盘棋朴准勋是从里面挂进来了。当然其实我觉得那盘开局也很难讲，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想变一变。那现在是不是说这两个的位置哪个好哪个坏也没有一些什么准确的定义论？对的，这个只是还是个人的喜好问题。嗯，就是说可能如果对方下这个的话，我们就不要从这边挂了，要从这边挂是吗？也不这么绝对。因为这个也是先挂进去，就是尽快打散黑棋，但白棋也有很多别的下法，比如先手脚啊，或者先走其他的，这个选择都很多。但是你确实，如果你要是针对黑棋拆这个的话，直接挂进去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对策。看这盘，这个是最近是不是国家队的棋手下的很多呀？就是直接点进去，可能有的棋友可能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以前是不是白棋都是这样飞的，就是简单走一个定式，为什么他要点脚呢？能给大家讲讲？要就是最开始呢，就是一个取地的下法，嗯，但是演变成现在的话呢，变成一个反而是追求速度的一个下法，嗯，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后面的进行当中能够看出来。因为这个点脚其实下的太多了，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说他现在白棋这个已经小飞已经不能满意了是吗？也不是不能满意，但是也是一种趋势流行，好像有点跟风的感觉。这个我跟孟太林下的多吗？我没下过，我跟孟太林孟主播曾经私底下也聊，就是对跟风的现象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有点思想，对，有点看不上这种这么别人怎么下他也怎么下，所以他也有这种想法吧，就是说还是希望现在的年轻棋手呢能够有一些更开阔的思路，能够下一些别人不下的东西。可能有些人他知道现在这个流行，但是他不可能不太清楚这个棋为什么好，或者说我觉得人家说好，那我这好的话，那我为什么不下呢？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对，这多少有点就是怎么说人云亦云的感觉，还是可能觉得这样也确实是可能更在布局阶段可能可以少花很多时间，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可能跟现在趋势也有关系，毕竟胜负时间是越来越快，对，胜负主要都是在后半盘当中决定的。那我们看看，是他还是下成了这样，可能两个人他在布局阶段都不太想花时间。这个他点完搬砖之后黑棋是只能接吗？我之前好像看有还有白爬的变化，有一段时间这个爬也比较流行，包括现在也还有人在下，这个也是一些判断上的问题吧，就是爬白棋大概是跳，黑棋呢有白棋有跳也有冲断的，跳我更推崇一些吧，黑棋是有加或者点的下法。如果可能点更为常见一些，然后他可以接着，就是说把白棋先走中，对，然后白棋可以选择的话是冲，再冲。我不明白这个时候黑棋可不可以先冲一下？黑棋这时候面临选择，有接和冲两种下法。如果接的话，白棋也接，这样黑棋要大概是拐头，白棋拆回来。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下法吧，但是我觉得白棋还算满意，因为两边都走到了，黑棋这个形状呢稍微有点凝重，将来就被点一下有点不舒服，就是硬不硬好像都有点难受。还有一种下法呢是冲，等于说我要靠你这两目棋，对，如果白棋还是补回去的话，有可能就至少要差两目棋，但是白棋呢也不会补了，白棋会飞，将来这个局部是黑棋的话，就是对，白棋这四个子，对，黑棋接是可以吃四个子，但是就是可能在布局阶段的话，这个角也不见得是特别大，就是这样，白棋可能
可能继续脱线。那你这四个奇亲被我抽了，你这个来威胁我这个断点还有意义吗？嗯，还是有点，就即便你把脚吃了，比如说我现在脱线，你再换手机吃脚。啊，等于说我接的时候你就不理我。对，接的时候不理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段其实还对黑棋还是有点恶心的地方，就很有可能还要被白棋收气。这样黑棋花了很多手吃脚就不一定划算。明白了。爬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变化哈。这盘棋的选择，不过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业余棋手来说可能是太复杂了，不是很容易掌握。这个接就稍微清楚一些。他先手利用一下扳的啊，如果是利的话白棋就接上不活。这个扳是心情上要反击，然后白棋拆。这样的话里边是黑棋接这个是先手吗？接这个白棋是不会硬啊，这里面呢黑棋也很难吃掉白棋，因为有这个猴子先手。这个死活我记得好像前一段哪位棋手来做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是一个黑棋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强调前面白棋这个点鸟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下法，就可以这么看出来。白棋现在等于抢到这个拆边，然后这个角呢也是一个不算是完全活，但是也是活个大半的一个状态。然后白棋现在可以继续脱线，再把这边抢到，就是让黑棋把布局的时候把子力呢全部集中在上面。白棋追求速度。对，其实这个点角貌似是一个取地的下法，其实是更追求速度。黑棋实战是虎。之前我觉得他这个黑棋，我也觉得他速度很慢，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职业棋手他要选择这个下法呢？围棋呢怎么说呢，就一个相对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慢，那同样的呢就是厚。对，像白棋呢虽然布局速度很快，但相对的也就会必然会薄。这个也是跟棋手的可能跟风格有关系，有的棋手喜欢把布局的时候把自己下厚，然后慢慢的中后半盘呢可能可以利用你的薄位进行占便宜。可能他每个棋手都有他自己擅长的那一套打法。对对对。好，我们看实战。他还是挂角。都是很正常的下法。黑棋从这个地方挂角是不是也是必然？虽然说他这个面比较窄。对。这个从心情上来说的话是一定要利用这个后势，然后进去对白棋这几个子进行压迫。如果简单的挂的话，从这边挂的话就局面相对来说打散一些，其实是白棋更愿意看到的。那这个黑棋这个尖冲这个是不是也很有魄力啊？对，这步棋最早的话应该是李世石先下出来的。那盘棋正好就是李世石跟陈耀烨。那盘棋是李世石黑棋陈阳烨的白棋。他下了这步尖冲之后，很多棋手也随之效仿，说明还是挺有力的一手。那白棋这个当初的拆低位和拆高位是不是，如果我拆高位还有这个下法？也是各有利弊。拆高位的话也是有的，后面很多棋手也选择了拆高位，但黑棋也有从这打入的，也有从这边挂角的。可能陈阳烨他拆低位，一个是子走在三线的话，他对实地来说比较敏感，对，他喜欢把子走。他喜欢这种风格。朴旭说错了。可能这两个人的风格都是他很注重实地，我觉得。对了，说到朴旭，我好像听说是你很欣赏的一位棋手，是不是？只是一种传闻。是吗？那好像这个传闻我听得太多了。我们还是看棋吧。故意绕开这个话题，我觉得必然有所隐瞒。他实然先贴了吧。他是先贴上面。其实
这个先贴跟先爬形成的效果可能是一样的。嗯，先贴黑棋也是搬，这个地方一定要用强黑棋，嗯，一定要利用这边的后卫。可能我觉得他黑棋既然走这个，他肯定下一手就是要争头的。嗯嗯，是的。这个白棋是不能断上去用强的吧？如果断，黑棋应该会倒。嗯，这样的话形成战斗，我觉得白棋相对困难。可能是黑棋欢迎的。对对对。嗯，因为你看黑棋的子力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左上方，所以作为白棋来说，嗯，肯定不需要在黑棋子多的地方战斗。嗯。然后炒。嗯。这个时候黑棋正常的来说就是长或者搬了啊，嗯，他实际上是先飞点了一下，稍微可能有点奇怪啊，因为这个点，因为不点的话白棋也不会搬，比如说长啊，白棋，嗯，因为白棋搬没有用，黑棋可以打个跑。嗯嗯，像白棋是两边无法兼顾，如果爬上，那他是不是担心白棋走这儿？对，唯一的解释就是担心白棋跳在这儿。嗯，从感觉上来说是不太怕，因为这个地方黑棋都搬在这儿了，这下面也没有什么目数。但是他可能还是觉得白棋走完之后自己这个冲断。嗯，可能白棋走完这个就地做活之后，他就不会往外面撞了。他是不是担心这个？嗯，有可能吧。这个每个棋手的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啊，嗯，可能有的地方我们不担心，他偏偏他就担心啊。嗯，这盘棋是飞跟虎交换一下，这样这下也是可以交换到的吧？随时都可以，基本上是随时。嗯，好。嗯，白棋飞。接着白棋这步棋呢，算是一手两用吧。这个它是顶了打，黑棋是不能接这个的。接这个首先对角上没有影响，嗯，而且自己这个形状也不好。嗯嗯，这时候一定要接这个。下一手这一般白棋是进死，然后白棋接上。嗯，这样的话白棋就这手棋既把角走完全走活，另外也补后了自己。嗯，他如果不走这个，黑棋有什么严厉的手段吗？黑棋也就是顶一个。嗯，然后这个形状白棋就比较痛苦，是吗？对，然后因为角上将来还要被还欠位打劫。嗯嗯，等于说这手棋实际是为了补角上这个打劫。嗯，既是补角也是补强自己这块。嗯 一手两用。嗯，进行到这儿呢，这个局部可以算告一段落。我觉得应该还是双方都可下吧。嗯，白棋现在是不是这块棋它也没有完全的说就安定了吗？对，完全安定肯定是还没有。嗯，这下面可能也就是后手一只眼，如果黑棋将来有机会点到这一线的话，嗯，白棋还是蛮严厉。对，嗯，但是目前来说白棋头还在外面，另外黑棋自己这个地方还是有保卫，所以一时半会儿应该是不太担心的。 那么下一个战斗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你觉得？嗯，实战陈耀烨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啊，是从这边挂打入啊。嗯，如果因为这边黑棋是现在走了一排子，他还是要发挥这排子的作用。嗯，就像是刚才前面说的发挥这个后手的作用，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走在外面的子最大效率的发挥出来。如果比如说挂角还是这样普通的走的话，他可能时控上会有点担心，你就会看出这牌子没有什么用。其实有没有他，你都可以这么下啊。嗯，这样反而是白棋比较欢迎的。嗯，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继续积极的选择对白棋压迫。嗯，可能他就是当初他选择后市，他现在所要他的回报。对对，可以这么说。嗯，
白棋它是、飞。接下来这两步这边可以联络吗？他从这边他是寻求联络，并不是完全、因为黑棋要分段的话，就是怎么走都可以分段。嗯，他可能也是希望黑棋跟着硬，然后他比如说在从这间，这样的话通过这两个交换，黑棋这个地方保卫就显现出来了。嗯，将来从这飞出从这跨出，黑棋自己有压力。嗯，但是这步飞本身价值不太大，因为这边黑棋都很厚了啊、没有什么实质的价值，黑棋可以完全可以不理他，从这边跳出来。他这个飞，其实你说刚才说他为了让黑棋这个保卫显现出来，但是我觉得飞他之后马上就出了这个靠段呀，他中间怎么联络呢？他实战就又画了一手，等于这个地方画了两手棋。嗯，我是觉得白棋这个下法，有点太稳健了。嗯，就是效率有点低。就是你看，当白棋这一排子从这边到这边，这些子其实都走在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地方，而且还是欠缺保卫啊。他好像走在黑棋后的这个地方，总是觉得他这个方向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嗯，我如果是我选择，我可能还是会考虑从这边震之类的下法。嗯，这可以震吗？嗯，黑棋当然有可能会飞出。白棋先如果靠的话，黑棋有可能从这边靠出，可能有手筋。这样的话黑棋靠出，如果冲，再搬一下吗？对，这样黑棋是争子有利，可以冲破白棋的包围圈啊。这样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这个时候白棋如果争子有利的话，可以跑，黑棋不能长就被封进去了啊。他只能长，他体力被打了。这样、现在争子有利、嗯，所以白棋应该是可能靠不住。嗯，靠不住的话，靠不住的话，我很想从这个地方把黑棋分段，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因为可能，相对于朴允训来说，我的棋风肯定是比较有力量，比较激烈一点，不能说有力量。就是很有这个想法，嗯，这样的话当然就是双方几块棋都互相一个没有活的状态啊，会比较混乱，但黑这块棋欠着一个点方。反正如果是我是白棋的话，因为就像前面说的，在这一代战斗白棋是有所担心的，因为是黑棋子多、但是现在是到了这半盘，我觉得相对来说是白棋的势力范围，白棋很想在这边跟黑棋进行战斗。就是说他实战他这个方向是往窄的地方走棋，好像是不太对。对，这个感觉有点过于稳健了啊。可能是他的风格。我们前两盘我还记得，就是第一盘是一开始朴允训被陈阳也吃掉一块，然后后面你是不是没有看笑笑成那样、都不关心我只看了结果。然后第二盘也是陈阳也一开局就发力，但是那个发力我觉得是发的有点太过了。虽然吃掉了一块，但是最后自己的那个问题也显现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盘棋可能下完之后呢，朴允训都还是觉得对陈阳业的力量有所忌惮。他可能这盘棋更希望下的稳健一些，把最后的决胜的地方呢拖到官子。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你平时和陈耀烨也是经常在一起训练，你觉得他是一种什么风格呢？我的感觉他好像不是那种力量型的选手啊。对，陈耀烨其实是他是代表着一个现在的优秀年轻棋手代表性的一个棋风，就是非常均衡。从布局到中盘，然后到最后的收束，就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环节是比较弱的。他把控局面的能力非常强，就所以说像为什么现在年轻棋手的成绩这么好，也是这方面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他们很均衡，不容易失误。但确实是这两盘棋呢，前面两盘棋陈耀烨开局就这么用力的
就是发力发的这么狠，还是比较在他的生涯中是不是很少？对，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比较罕见的。他是不是也觉得朴允训不是那种力量型的，有点想欺负对手？嗯，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嗯，我们回到实战啊。实战等于说他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嗯，黑棋现在必然是要嗯在下面挂角。嗯。白棋小飞。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黑棋已经跳了这么高了，嗯，白棋为什么还要往这个墙上去撞呢？那如果不撞的话，你有什么好想法？我想出来。你想出来是吧？你想出来，他想进去，嗯，可能是这样。这样吗？但这样你本身自己的形状也不好，这样尝一下。嗯。挡住，嗯，挡住，嗯，黑棋可能在，嗯，黑棋冲断应该不行，立线上挡，嗯，挡，黑棋可能大概这一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白棋这个，就是让你出来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嗯，嗯，我觉得白棋这种单纯的出来，尤其是被黑棋走到这边，不管是走哪个了，嗯，黑棋这块棋就有眼位了。他白可是被封住了之后，黑棋这外面他就成势了呀，我觉得他对于他来说可能多少有点无奈，嗯，我还是觉得是因为这两个棋的问题啊。 他实战是对，但是陈阳也接下来也没有选择封锁，哦，这个我觉得就是完全棋风使然。 可能绝大多数的棋手的第一感都是跳，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白棋应该必然会收脚，嗯，对，黑棋在逼住，白棋可能还是在收脚，这样黑棋可能跳起或者飞这边，嗯，这样可以看出黑棋结构非常漂亮。对，我觉得这样黑棋已经可以满意了呀。嗯，就是前面这些子正好都形成一个圈儿。嗯。然后正好把下面本来是白棋的，这个也是我的权利吧，这个也不能跟我争。对，这本来是白棋的二连星，现在一看完全变成黑棋的势力了，嗯，这样我觉得白棋实际上是挺困难的，因为我们看全局啊，黑上面有一条边，而白棋呢现在只有这三个角，三个角加起来也就是30目，嗯，就30目棋，这整个这一条应该都没什么目，可能对不能算目，嗯，黑棋这一块的话，嗯，当然现在没有完全成功啊，嗯，但是怎么说也有20多目。对，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就从这二路算过去，嗯，我只算到二路。如果将来有机会在这边走一手的话，这块有可能有40目。对，粗略的看一下，嗯，这下面还是黑棋的势力，我觉得这个白棋局面就比较困难。嗯，其实我觉得黑棋这样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一个选择。嗯，那陈阳烨他为什么？他还是要木什么？对，他选择进角，这个就是真的是棋风了，这 对实地的偏爱。嗯，我在想他应该不会期待朴允训再硬一个吧，然后再跳白棋让他给打下去，他可能就不是9段棋手下出来的棋了。朴允训是世界冠军，这个白棋必须要反击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嗯，忍无可忍了，有点，嗯，这样的话我们看刚才跳住逼住再飞到这儿，黑棋阵马上就变成后势了，嗯，就是可以成控的，而现在被白棋出来之后呢，黑棋这几块棋的保卫都显现出来了。对，嗯，可是这后保的差别可能太大了。嗯，那黑棋现在走什么呢？你不好意思再走这个了吧。嗯，现在没有办法，应该只有火。嗯嗯，这样两个交换是不是白棋反倒便宜了呢？对，这样白棋肯定便宜了啊，比刚才的直接出来，嗯，就明显要好，嗯，然后拐，嗯，黑棋如果再继续硬的话，这两个子有点危险，危险了，嗯，然后实在是尖，白棋飞。现在好像这个后薄又逆转了，我觉得对，嗯，就是白棋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围棋始终是在转换，嗯，地与势薄与厚都在转换之间，嗯嗯，你黑棋获得一些实地
必然在送出外事。对，在薄厚方面就没有办法避免的损失很多。现在来看，就是你当初本来有可能成很大一块空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你的薄位。嗯，是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同一个等级的棋手？你不可能我又有外师，我又有实地，我又有后，我又有棋又后，那样他们可能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选手。对对，这个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一般来说不太会出现，就是这么平淡当中的情境就会出现一边倒的这个局面是不会的。嗯，那这个你觉得他这个转换到底是谁便宜了呢？我觉得在前面我们刚才说下到这里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军事。然后我觉得接下来白棋黑棋这两步跟白棋这两步交换之后呢，黑棋形势应该是占据优势，或者至少说占据主动吧。但是我觉得黑棋这个就是接下来就这步飞感觉没有利用好这个前面的占到的便宜。你现在来看，等于说白棋这个形成后势之后，你现在等于是打到白棋的空里面，就是完全是只为了破白棋十几目棋，但是给自己造成很多保卫。现在我们就不能说这两个手跟这两手交换就一定便宜了。就是从这方面来看，对，现在黑棋弄不好它这块会成为孤棋。对，我们看随后的进行。他即使他这个不是孤棋的话，他可能对白棋这边的手段也要放弃了。对，他现在呢，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补一个，跳一个。但这个跳本身也有价值，对白棋有点影响。他应该是担心白棋是不是会从这里下去。这不怕黑棋分段吗？黑棋是有分段的可能，但是不见得好下。对对，这步棋应该是可能是更容易想到更正常一点的，因为毕竟你这边已经先捞了这么多了，就是补一个也是情理之中吧，算一种均衡。对对对，但是他这个选择是比较激进的，就是直接把这块又守住。这个就那白棋会不会从这边？对，就是必然会。就担心这个分段吗？还是这个？都有，他实际上从这分段了。我们就说一下陈耀烨他这个想法呢。可能因为这两个人棋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比较酷爱实地。对，尤其是中后半盘。比较下细棋。非常好，中后半盘。但是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怎么说，就是陈耀烨呢，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善于治孤，就是很擅长做活，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对崔哲翰成绩非常好，连赢了很多盘，也是因为他们两个有一段说是棋风相克。因为崔哲翰是标准的进攻型棋手，对，而陈耀烨做活能力很强，就是有点让崔哲翰没有办法抓都抓不着。后来崔哲翰也搬回来了。对，最近是连赢了两盘，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棋风上还是有一点，可能有些相克的地方。朴永训呢，他是也是均衡，他攻击力其实不太强，我们很少见他有就是在那种对局当中强杀别人大龙啊这样的棋局出现。可能陈耀烨也是想到这一点，让做活你不擅长进攻，那我就干脆把实控都获取足了啊，让你来攻击我。可能是他是一个这么一个想法。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就是双方实地的对比啊，黑这一块15、16、20、16应该是30目墙，加上下边应该是10目，黑棋全盘40目墙。白棋眼见的目数呢，除了那个6目墙以外，这个地方可能10目，如果这块不算的话，也就是只有10目。即便白棋守住这个角的话，也就20多目，黑棋已经40目墙了。就是这个时候，从实控上来说，黑棋还是领先不少。对对，所以就是白棋必须要在进攻当中呢，获取很大的利益。这是不是陈耀烨，也就是说逼着朴永训来出手？对，
有这种感觉。嗯、可能他不是他不擅长的地方，他硬要他来出手，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有什么办法。是这样。这个白棋是没有办法了，必须要分段黑棋。黑棋这个时候是因为连是肯定是连不上了，就要看先处理哪块棋。他实战是选择的飞，是吧？飞将。这个依然还是能看出他的贯彻他的思路，就是，眼见的这两块棋都需要处理，但是这步棋呢是带着木的。可是以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他这块黑棋是不是比这个看起来要更危险一些？他为什么要走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步棋带着木，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解释。你这边因为这边白棋他可能是觉得你无论再怎么攻，都攻不出。白棋自身也有点薄的地方，攻不出什么实质的东西。而这个地方眼见的，不管白棋怎么走一个，这就脚上十几步棋就出来了。所以他可能出于这个想法，先走这边。白棋压。这个白棋的权力，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交换这一下。将来随时压都是白棋的。是不是打？他是用实是多少？是不是打将？应该是两小时四十分吧，两小时四十分，然后读秒。前半盘的进程还是比较快。那我觉得应该还没有读秒。这个刺。这是比较露骨的进攻。其实我是觉得丁一个也没问题啊。丁一个的话就彻底的把他的眼位消了，是吗？这两个都是算是破眼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后中先的意味，那这个就可能有点像先中后了。那他走完他还要接着走。丁在这儿，我不知道他是担心什么。黑的可能还是要往中间走，他实战是这样下的，定完再跳，然后并双回完。他可能是觉得这边已经足够厚了，跟你这边多几个子也没关系。可是他这边不是眼位也出来了吗？是，不知道，他可能还是想走后这边吧。这个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想到的攻击手段。到好像我看网上解说是到这手棋的时候是进入中午封盘的时间。这个时候就看黑棋的制孤能力了，就眼见的就只有这一块棋需要处理。那时候可能陈耀义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对计算这个怎么制孤也是一个优势。对，就对于中午封盘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棋手，对他有自己的一套战术，对，很多棋手就，即便这步棋该自己下的时候，可能离封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十几分钟甚至二十分钟以上，他都宁愿把这个时间花掉，因为他不愿意自己下完这步棋，然后留中午一个小时午休时间给对方，给对方，但是呢。反正像我可能奇特的吧，我就另类，一般情况下都愿意把中午思考的时间给对方。你喜欢折磨别人？也不是，我觉得中午这个好不容易想歇会儿了，就是可能确实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他经过封盘之后下的是这个飞。这个应该是好棋，就是下一步棋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做眼的地方。比如这个有可能跳有可能先手，这靠有可能是先手，这一尖有眼位，然后这后面这一跳是眼位，眼见的这一跳呢又要连过，这步一飞看下来之后感觉白棋好像就不太打了，是吧？不容易，至少强杀是没可能了。那他能通过攻击获得什么利益呢？这个我们就要可能一时也看不出来，因为中府的这个价值确实是。对，这个我们要往后来看。跳。
接下来，朴信坚，这个就是显示出他功夫比较老道，对，他是真的，他眼见直线攻击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成效的时候，他会及时的选稳定下来。他好像很少会强杀对方，除非是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对，这步棋呢，很显然一个是把自己这块棋完全走活走后，而且目数很大。另外呢，有个这手棋之后呢，脚里面是不是有点味道啊？对，脚里有味道，就是将来比如说白棋能挂一下，黑棋就有点头疼。这个子这边有点，这边有靠，这还有拖。反正我现在如果是黑棋的话，我不知道这手棋该用在什么地方了。对，更主要的问题是黑棋中间没有活劲，如果黑棋这边用墙一定要把这个子杀死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把白棋这边走得很厚。然后这块棋真的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白棋有可能会硬伤，是不是以后这块棋也会被搜刮？对，就比如说在什么，我就可以直接靠进来了吧。对，这步靠也非常大啊。所以这步尖还是很沉稳的，就是把战线拉长。那陈阳也是，陈阳也贴贴。这步棋很冷静，我觉得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手。把自己走活走后，然后接下来呢，这步也是兼顾到这块棋了。对，因为有个这个子之后，这地方将来这种尖断，这白棋就很难分断黑这两块，自己也很薄这两边啊，所以这步棋给自己留个后路。很沉稳。白棋脱线。打入黑棋提，这个不知道白棋为什么不先提一下。可能想保留着跑完再提的下法，但是好多少有点没必要的感觉。因为白棋现在这个子有这个子跟没这个子有可能会差眼位，差好多。对，眼位差，而且目数也应该至少差一到两目。接下来白棋走的是拐这个。他还是在走木。但是我还是觉得，白棋实战是拐了这个，然后中间被黑棋中间先动手了。我不知道他还是，我还是想问问走这个黑棋是走什么。问问他。对。如果你封上面的话，这应该这一点应该是吃不掉的。这个很简单的一挡被白棋爬回来。那如果白棋不封你的话，如果走这个的话，走这个我是不是也有？这个白的应该是可能可以搬了。还是二路点吗？这靠出来。如果搬白的街上，感觉上黑棋应该也是吃不掉白棋。他可能觉得是不是觉得形势已经还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吗？从目数的角度来讲，白棋抢了这一手，然后现在又拐下这个，应该是已经大幅接近了。下一手是不是就这？对，这步靠，现在这两个靠白棋都可以，等于都是。他是不是就想我这两个箭合，然后他判断了一下形势呢？有可能。这个时候目数来说已经接近很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双方薄厚不明的地方，就是可能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中间这几块棋的薄厚。对，实战黑棋是动手，这个好像白棋他只能去帮他撞后。对，这几步很是无奈啊。就是很不想下的几步棋。这个给黑棋把这上面目数全部送后。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亏损的可能就远远不止这个拐的价值那么多了，因为他先手啊，他先手嘛，这不止，也不是先手，现在白棋脱先了。白棋我本来觉得应该是要补一个，现在这个中间是不是有点薄啊？有点薄，但他现在是脱这个，这个是极大的一手啊。推的
下一首这个段应该也是接近20目的。嗯，你不走是不是被他尖了？这个，对，这个尖的你，好像还威胁到整体的眼位。这个白棋是必须要抢的。嗯，尤其是这个已经给黑棋撞后之后，你就不再可能考虑从这打入的问题的话，嗯，这个就必须马上要走。那他走了之后，黑棋马上就在中间尖动手。哦，接下来白棋的处理好像很精彩，因为讲棋之前，嗯，我看直播是看到这步尖，我当时觉得白棋有点，白棋这个形状是不是有点为难，好，因为这边有段，这边有段，这个地方有段，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联络，这个地方还有段，对，感觉白棋很难把这么多问题都处理好。他实战，那你设想的话，你会觉得他会怎么联络呢？我设想他实战这步尖是没有问题的，嗯，先逼迫你一下，只要把这个段点连上了，对，接下来最容易想到的呢，你就必须要补这个段，对，可能容易想到就这两手，不管走哪个吧，嗯，其实黑棋很简单，黑棋就只要把这个冲过来，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白棋需要补啊，就算一手补好，那黑棋这个地方一跳，白棋也很难受。这是点着你的。嗯，马上中间这两个子就无疾而终，这个跳过来也很厉害。嗯，就感觉这顿时黑棋后了，然后白棋到处都欠着目。但是实战呢，朴永训不愧是世界冠军啊，亮了一个手筋。这个几是绝好的一手。嗯，那甄嬛题已经出来了。嗯，那是极好的。这个就是他的什么意图呢？很简单，就是补这个段。嗯，同时呢，要着你这个段，黑棋正常来说就是接上。接上等于说我就可以双在这儿了，是吗？可以，应该是可以，可以贴了，甚至可以贴在这儿。嗯，贴的话有没有？没有几，是不是没有？嗯，这样的话就白棋比刚才效果就高很多了。嗯。而且黑棋等于还是处于一个被断开的一个形状，只要是被断开，这个你就总是欠着东西，所以这步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一下子我局面就要重新的审视，对，那就这样，黑棋也没有什么抵抗的手段了吗？黑棋实战就打了一下脱先了，那就先放在这儿，这。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因为还很多棋没有走啊，现在大的是这个地方一手，这段一手，这个地方一手，这三步棋中间到底是什么情况？中间现在双方都没有走，黑棋先走的是这个，这个还是很大的，目数来说非常大，因为白棋走的话，白棋靠，黑棋只能顶，白棋挡住，然后黑棋脱先的话呢，这个搬粘是先手啊。对，我要先打一下吗？打不打都可以，不打黑棋。不打他怎么补？黑棋不知道敢不敢。他这个还是不是先手了吧？黑棋可以，黑棋确实难受啊。这个如果你只能这种之类补的话，这补棋太大了，这还搬粘一下。因为黑棋现在团啊都不见得团得到，团白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种直接点杀都有可能。在这儿是不活的，白棋这点完有一小尖。搞起。那这个你只能这样活的话，这个形状实在是太难看了。所以这步棋可能是这几步当中最大的。由于黑棋有这尖之后呢，前面说的这个跳点就是绝先，绝先之后呢，这个再跳出来，比如说像前面说的这尖段，白棋不管，就是你虽然比刚才好能断吃一子，但是你还是会被他先手分段，先手分段之后这再跳过来，这两个子有可能会被黑棋吃掉，这步棋，所以这步棋还是有后续手段的。那白棋能不能在中间先动手呢？把这个点防了，也不知道，
看一眼看不出来特别高效的下巴，它实际上是断了，这个断应该也正常吧，很也是很大的一手，很厚。这个交换的话，黑棋还是木数上得了不少的。对，但是白棋走后，我先手走到了一个。然后他是再跳点的。反正永远是他的权利。没有，这个朴允勋不是吗？拒绝。啊，挡。选择是挡。这个做活是需要。这不好说便不便宜，我们先看一下。正常的就是走这个，走这个的话，他。下面来说被黑棋飞甲很讨厌，就这个木数，如果你挡的话这要被连冲两下，就是这步飞价值很大。白棋挡跟刚才黑棋飞的比，应该这步棋应该也是有个十目左右。他还是更在意木数。那我这个先手分段了之后，比如说你做火吧，白棋是先尖的，我以后这个又变大了，这个价值。你还想对这白棋有所冲击是吧？我有点想法。我们先看这边的定型啊。对，首先他要把这块棋两只眼摆出来。是。这个都是。接上，但是他先点了一下中间，点了一下，这个点是好次序啊。如果不先点的话，先接黑的交换完这一下的话，这个点就会被冲过来。如果你现在冲的话，白棋挡不住。这样的话白棋能打一下。对，打一下我这里边是还是要补对吧？对，还是要补，就便宜在这一下。你看啊，我们是怎么实战是怎么这样啊，就这两下都交换到了，这个白棋这一端就进不去了。跟刚才比的话，这本身这两下这还是先手，对，外面还是先手，但是这个地方打到一下，就成这样了。木数差不多，木数应该是差，木数眼位都有关系。对，眼位倒没什么关系，黑棋这块棋应该眼位够了。但是应该木数会差两目以上吧。这个还是挺细的。它点下也有损的地方，对外面应该是损，感觉黑棋厚了一点。这个交换掉了。就我们，反正白棋在这儿活了五目棋。不知道便不便宜，我感只感第一感是不便宜啊。因为毕竟刚才贴回来黑这块棋没有完完全全的活净。现在黑棋是活得很干净。接下来是我们马上就跟上实战的进程。他把那个这两个一人一个，我们。现在局面进行到这儿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朗一些了。可以点木了。可以点木了。你来点，我来点。我点的你信吗？你试试。好吧。我就不上手点了。你上手也没关系。这块棋有没有23目、22目？应该不止，我们看这下边是这样的。你这个硬腿是？对，黑这个搬粘基本上是先手。先手就意味着什么？白这个地方是跳不下去的，是被冲断冲手。我只能这样。你只能这样。或者这样。对，这交换一下没有，等于黑棋下面目数是这样的。这个就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目数要多一些。你再点一下，应该不止了吧？都25目了。
嗯，这样这是我的吧？你再认真的点一下。好。27。这幕不算，算到这一幕应该至少是27，对吧？啊，不是26，26。这个原来的应该是一幕墙，这块棋应该是有27、28幕。嗯。嗯。整个应该是35幕左右吧。你还在盯着他看呢。我看这打一个断一个有没有便宜一幕棋的可能？有可能，但是基本上黑子应该是有35幕。嗯，这上边，然后这边主要是这个死活我搞不清楚，他是要黑棋是要被搜刮成什么？应该不会，黑棋接下来是不用黑棋走，黑棋应该正常来说肯定是在这一带走棋。嗯，就你先看一下确定的目数。就我就算这个是他的权利吧。嗯，对黑棋比较好。这底下怎么也有个3幕了吧？行。我不能算他是死的吧？这肯定是活棋，活棋还有2幕棋呢。啊、嗯。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我算成我力挽班詹。嗯，也是对你比较好。啊，立完搬家应该可以便宜一点，因为很有可能被白棋，嗯，差不多吧。你要先搬一下是吗？嗯。那我这个你不怕我加进来吗？但就算你打八个，我立到这儿目数也是一样的。啊、嗯，差不多吧。我立了搬家吧、嗯，可以算到这儿吧？嗯，12。嗯。35、47。加我这3、50。这块加3幕吧。这块你想数这块我想我不知道我该数几幕，就这块棋的目数要取决于就这两个棋外面、嗯、如果已经外面连通了或者怎么样的话，这块棋就是这么算的。白棋走一个、嗯、黑棋只有一幕、嗯、黑棋只有一幕、嗯、黑棋走一个是2、4、6、8幕、嗯、8幕的话一加半嗯9幕除2，4幕半。但是你现在这没有连过，所以这个双对黑棋，我有可能会成为先手。嗯、你差不多就3幕吧。嗯嗯，刚才是47吗？嗯，这算没算，那就是53。53，差不多吧。嗯嗯，我可以点白棋了。嗯，11。23。我还是觉得黑棋好。啊，11、16、17、23、28，这块眼见的就15幕左右。嗯。43，黑棋53，如果算黑棋走一个的话，还是轮黑棋下来的。嗯，应该还是黑棋。嗯。我这么看，感觉黑棋还不错吧。我也觉得。嗯，这个没有。毕竟黑棋好像还是比白棋稍微厚一点，中间这个黑棋比白棋厚。对，我觉得中间这两个子，这两个子就没什么关系吗？嗯，不过他实战确实就在这动手了，这样一个，这陈阳也很擅长这种地方，嗯、这种小地方，麻你一下。嗯，这个尖我们看就白棋有点为难，最容易想到是挡。黑的搬，嗯，白棋就不好应了。白棋怎么？嗯，白棋，嗯，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就已经被分断了。你这下糊不到了，就是一打一打，就是这个子已经被断在外面了。我可以在这儿。因为黑棋就对吧？他封住，我不是死了吗、嗯？对。如果你这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走这个的话。眼见呢，我们这块棋前面点了，对，我那目就要缩水，现在已经变成2幕。嗯，而且你这个地方连过也还是不太好连，因为你没虎到这一下，就还是一个被断的一个状态。嗯，这一间看白棋很为难，现在实战的进程就是到这里，还没有落子。嗯。嗯，他总不会往这边，他总不会往这边双上去吧？嗯，是。
他在想的时候，我们就先别看棋了，你看看棋友跟我们有什么。好的。嗯，我知道你视力不太好，看起来有点费劲。不是，我这个聊天窗口好像把那个挡住了，我该怎么弄它呢？把什么挡住？把这边的字挡住了。那边的字，那边有字吗？啊，比如说啊。啊，可以了。我可不可以把它删掉？我看到很多美女，有人说很多人说美女昨天不给力啊，我还没有欣赏过你的棋，要不你跟大家在这跟大家说说。嗯，没问题。确实，作为我来说很感谢大家吧，对我比较关心。嗯、关心对，嗯，嗯，确实，嗯，昨天一盘，还有之前的第一局。嗯，两盘棋，第一局是被屠龙，我知道。昨天我就你说的、啊、没好意思看。第一局来说是，嗯，我的开局不太好，中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嗯，最后，嗯，后面的连校同学犯了一点错误，然后局面就非常的难解了。我是在最后阶段，因为我后面也看了党一飞跟。嗯，贾刚路的解说非常解说的非常好。嗯，最后确实就像他们所说的，我的最后败招是，嗯，二路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步棋如果不下的话，应该还是我很有机会的啊。嗯，嗯，昨天那盘就其实是有点不应该，嗯，因为前半盘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也还没来得及看。孟泰林的解说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的、嗯、但是我自己认为前面是优势比较大。嗯，进行到后半盘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怎么说控制局面的能力要不足、嗯、就是本来很简单很容易下的局面呢，给个对手一个拼搏的机会，就是在我的大空里面，你没有看病你说也没用，在我的空里面呢就是洗活。嗯，最后呢，其实被他洗进去的时候就局面已经非常难解了，可能一度我就很危险了、嗯、但最后呢，那他在你大空里，那他本来是可以活的吗？本来有机会活的啊、嗯、但是我不应该给他机会在我的大空里面进行、嗯、那个决胜啊、嗯、我就其实我下的稳一点就没有问题啊、嗯、然后最后几番波折下来，就是当我觉得局面比较清晰了，看觉得自己应该怎么都赢了的时候呢，就又一步怎么说有点随手。嗯，当时就是没有对局面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分析，当时如果再仔细的点一下目的话，就会明白实战的下不够，把它都吃了，但是结果输了。哦，其实就是吃了棋还输棋的、嗯、对，其实如果我那个时候再多想一下的话，如果意识到实战那样不行的话，肯定就会再想的再细致一些、嗯、然后后面我听孟泰林说了，他也指出了我最后跟我后面复盘的时候看的一样，有一步加可以一手制胜。其实那步棋呢难度并不很大，主要没有下出来呢，一个是自己不够敏锐，另外一个还是自己有点太大意、嗯、对局面的判断有所欠缺。嗯，我是准备等你什么之后两天，对，我跟大家一起再分享一下这两盘棋。嗯，虽然说都输掉了，也让大家有些失望，但是还是有一些棋上的内容我觉得比较值得回味。嗯嗯，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我自己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两盘棋。嗯嗯，哎、嗯、有人问你结婚了吗？啊，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谢谢啊。不过确实是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嗯，你不要在这儿征婚一下吗？好像有点太高调了。嗯，你能不能问点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是替别人问你一下吗？嗯，
谢谢谢谢。然后有人问你，你觉得90后棋手中最强的是谁？这个问题经常都在讨论啊，但是我觉得不会有，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定论，基本上都很强，就是尤其是等级分前20的棋手吧，顶分前20的90后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谁赢谁都很正常。90后或者说也包括95后这些嘛。对，都很接近。因为大家就是棋都很熟，就是很熟练，都很少会出现那种让你轻易捕捉到的漏洞，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赢他一盘棋非常累，这样的话他就往往即便前面困难一些，但是到后面也能寻找到机会。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啊，就是以前我们围棋天地嘛，它有一个围棋36问，他就问，就是比如说现在比较有成绩的棋手，我会问一下你，就是大概有诸多的问题吧，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认为现在世界最强的三个人是谁。开始呢有很多人说填的是古力、李世石、孔杰，比如说谢赫诸如之类、李昌镐这样的，然后越到现在呢大家这个答案就越模糊，然后现在就是说找不出来就是可能是现在这种围棋的这种趋势，就是说大家实在是都太强了，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像以前那种李昌镐的时代，或者说李世石、古力这样独领风骚棋手，现在已经是很少了。对，应该说就是像李昌镐的时代，在现今围棋我觉得至少是这几十年应该是不太容易出现了啊，这个也是大势所趋。尤其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很少有棋手说我能再开创我自己的时代？对，很难很难了啊。因为36问我也答过，我记得我答的时候应该年头比较长了，可能有2-3年前了，很久远了。那个时候确实格局跟现在虽然已经在变化了，但还是有一点，可能那时候刚刚是一个过渡期，对，没有那么的明显。那个时候李昌镐还是挺强的，然后正是古力和李世石最强的时候，对，基本上很多人选三个人都会选这三个人。但是现在呢，就是那能透露一下你当时的答案吗？还记得吗？我记得我反正当时挺想选自己的，就不好意思选的应该是可能就是他们仨啊。其实你觉得特别违心的选了谁呢？不会特别违心，这三个人都是我很喜欢的棋手，就是但如果让我现在选的话，我确实也可能选不出来，真的是太难了啊。就说明我们现在要修订一下这个36问的问题了。对，我觉得你们36问这个节目非常好，但是有些问栏目但是有些问题是可以考虑怎么回去跟周总好聊一聊啊。他实战啊，我们是吗？就回到棋上是不是突兀点啊？他实战是虎的，这个是反击。网上有很多棋友说石悦和范廷钰是目前最强的棋手。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吧。所以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说如果说石悦可能是90后，我觉得他也不能完全算是90后的代表，但范廷钰绝对是95后棋手的代表。对，因为这个无论是从成绩还是从这个棋的，我以一个比较职业的棋手来看，就是很多时候是看棋的内容。我觉得从内容上来说，范廷钰的棋是真的非常漂亮。就是下得非常好。我不久之前我采访过一个职业棋手，他说他是90后，他说他很多年前和范廷钰下过一盘棋，那时候范廷钰还不像现在那么出名。他说我和他下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大师的风范，我不明白这个大师的风范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棋手是谁啊，但是我觉得他下棋就是始终是带着那股劲儿。就是你从他的身上能够感觉到一些，比如说由我来看有点坂田大前辈啊，坂田荣男的影子，就是非常的狠。在棋盘上的那股劲儿，是不是从眼神上来看就特别狠？从眼神到那个劲头吧，包括那个手势，
这个下棋的手势都很有讲究，每个棋手都有自己的习惯嘛。那个小范的手势也是相当的，相当有力度。我觉得从这几方面来说，肯定要好好观察一下。嗯，他都是，就这手势也是力度是一种，是一种代表。但是像那你是什么手势呢？我就很平庸，我们下棋也不一定全靠手势。比如说像谢赫，他的手势就没有什么力度，但是有人说他下棋的手势最好看。谢赫的手势，那对，也是一种风格呀。不知道现很淡雅。对，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小范是很出色的一位棋手。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什么时候请他来我们这儿，或者做一盘直播，或者呢跟他一起聊聊天。可能其实小范虽然说我觉得他年纪很小，但是他是很有思想的一个棋手。对，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比较希望看到。我们先看看他是白棋。我刚刚说棋呢被你打断了，好不好？这个白棋实战是这部虎啊，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互动环节我更喜欢。你确实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这个虎我有点跟不上啊，尖的时候它是虎的是吧？对，这个我们前面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无论你印在什么地方，这个子其实都会被断开。黑棋从这边进攻的时候呢，有可能就被鲸吞进去了。他现在呢，这部虎呢是一个反击的态度。我就是他，我要走到这个交换。走到交换的话，白棋就可以安心的挡住。对。或者他也不见得是要，是不是挤也有可能，挤也可以。这样你这个断就没有意义了，断白棋就算吃回来了，等于这虎到了，这样连环就这一串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就这一下非常关键。当然陈耀烨也不可能让他走到，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的走到，是刺。很急，先把白棋扳断。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决胜负了呀？我在想，我们要看一下，现在黑棋把这下也团掉了，这陈耀烨是要杀人了呀。这个交换都要走掉，这个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最眼见的是黑棋这步棋，我就分段你呢？分段是肯定能分段的，白棋冲，黑棋挡，我就断是吧？白棋断，这个就要涉及到杀气。那我打吃，我先打一下，总不亏。打得到，打一下不见得便宜就是。为什么？我这不是可以？你下，我来跟你交手一下。我要紧住你的气吗？紧住我的气，你自己也不好看。我还是算了，我忍一忍吧。忍一忍，你以为就没事了吗？但是我现在在想，你拐一个我这怎么办？我这首先我这边的气也不对啊，我这边没连着吗？我这不能跳吗？我来帮你看一看啊，这边是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白棋能长出气来之后，这一拐怎么对付？对，这拐如果黑棋接上的话，我现在就断了。断完一冲断，黑的应该是要死。一二三，我都只看见三口气。黑棋如果走这个，可能是好一点。可能，对，这样肯定是比接上好。这样白棋先冲断这个吧，一样，就总得冲断。你总是要断的，你管断哪边。然后再断这个，这是打吃。我能不能狗回去啊？你也只有这步棋可以下。但是呢，你好像也我猥琐的狗回去。打劫了吧？好像是这样子。这一打，打这两个都可以啊，打这个也可以，黑长白棋打劫，这提一打，也是打劫。这个打出一提，这是两个断点连过去。打劫黑棋应该就，基本到位了。
那看起来啊，这边的毛病还是……就是说黑棋还不能硬吃啊。我再看一下，如果说这有可能他是读秒了吗？怎么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交换这个。我再想一下，如果黑棋冲到这样行不行？就在吃白棋之前，不知道能不能冲着。这还是这底下没眼吗？这还能是先手？不是先手是吧？不知道呀。可能不是先手。不是你先冲一下这个，冲一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我挡住呢？如果冲着的话，嗯，哥给你解释一下啊。我再走这个，你来吃吃看。哦，明白。明白了。没明白。你从这儿冲断显然就不行了，这我这打下来我只能断这个啊。我先冲一下还是先断？无所谓了。嗯。你懂了吗？我还是不懂啊，我还搬呢。你可能是在一线太久没在一线混了吧？你搬，我打。我不能打这个了吗？打哪个都可以，我可以从这打回去。哦、这就是冲掉一下的用处。我懂了。啊，不过我好像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什么？这地方是蒸死了是吧？不好意思啊，这个有点丢人了。这其实跟这边不是打劫，前面也不是打劫。这个地方其实是打死了。大家可以看，这是就是我刚才狗出来也不行，刚才也是进死，对，白棋滚吃就是，可以啊，嗯，那我是自欺欺人啊，去冲。那我这一下能不能断一下？断不着，没有机会了。那好像也不行。无论如何黑棋都不行啊。嗯，这种下法不行，我们看看。黑棋有没有别的分段的办法？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可是不对呀、啊，你别的分段的办法我还是可以冲着我这一手棋你如何抵挡呢？就说冲的时候，黑棋这边就算即便顶在这儿，这边一拐，这三个子也就是连不回去。你就是说冲的时候呢，你只能走在这个位置。走在这个位置，我这不是还是有？就是等于这四个子呢是欠着断的。所以说你像刚才这种可能就不行了，这边一冲断完，在这一冲断。那你这样行吗？这样、可能能看看，比刚才像，但是好像也不行。这白棋就一目将了长，好像，嗯，黑棋应该也吃不掉。我这个断先生，你中间有点危险。嗯，这个地方，陈耀烨在长卡，嗯。我看见有人说白棋死了，是我们的将九段。啊，嗯，啊，他是在这儿分的。哦，我好像看到了，嗯。啊，将九段有妙手。是这样。嗯。嗯。没有，这儿。啊，这就直接连上了是吧？啊，我本来想说捐这个白棋也不行。那这个捐更好。捐这个你确实也不行吧？捐这我冲断呢。冲断我打。我。你只能长。我接一下虎回去。这虎回去了。对啊，这跟刚才气不一样了。这个，我这张看的太粗糙了。这打。这都断不开，嗯，只能跑。我接一下，就虎回去。哦，但他当然这个尖更好，这尖直接就两，就是没有断点了，就是，嗯，这个那就是白棋应该这边没有出，那就是还是跳、陈耀烨。
强烈就是忍了，强烈忍了。这个我们再看一眼啊，这还是走这个，这个地方没有，其实变化不会太多，就这样。嗯，这个只能冲，没问题的，就是看中间它那个断点怎么补。只能再冲，还是得冲，这没有。嗯，这就再冲可以顶住。这个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呀。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有种哎，我可以我可以先冲这边吗？可以，我不断你、嗯、然后我走这儿。嗯，你有什么奇思妙想？我挖呀。骗自己吧，我就冲个街上。我不会提这个字儿。嗯，那怎么办啊？真的有点奇怪啊，这个他是不是怕比赛太快结束，我们就没法给大家聊得更多。他被你收买了。哎呀，那这样的话战线又变长了。这个问题我们回来问问他。回去要问问他到底是有什么，莫非还有什么？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什么。嗯，姜维杰也说可能是我有没算到的地方，我要请教一下陈耀烨。这是江明人比较谦虚的说法。其实他心里一定觉得这个是陈耀烨出现问题吧，出现误算了。嗯，有点，确实有点没太理解啊。我们看实战走这个白棋段。陈耀烨是想稳拿，我估计是这样。是吗？你希望他们两个谁赢啊？你不要用问这种弱智的问题好吗？是吗？肯定是朴永俊。这样黑棋这几步交换，对啊，不便宜应该。嗯，这白棋联络之后，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双一下的话，这个目数还差挺多的。刚才如果是连回去的话是四目半、嗯、被双到只有两目，就有可能这个地方就差两目半。嗯，这下太忍了。而且黑棋这个不接，这个白棋一旦打这个断吃之后，这一双这把棋还没活，所以这个就没有眼。你连下几手呀？就是说啊，比如说你已经连下三手了。我没有，我就说一断上这个你就没活。嗯，可以这么说吧，直接就没活进来。嗯，对，你不用断，直接要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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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就比如说跳了跳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也，这才顶到。为什么？不顶到，黑棋还是可以苟延残喘，什么打个一虎一长，你提两个再顶，被你顶个冲一下。哎呀！天。反正这就是可能还欠点东西，这一串黑的真的不便宜啊。不便宜那怎么办呀，他又不肯杀棋。嗯，现在黑的问题两个人好像都不喜欢杀人。黑棋爬的，黑棋现在爬了，这就脱先了。我刚才说如果你接的话，这个地方白的有可能一手直接点到这儿。哇塞，因为你这五个这你都不见得好走，这一段下面是活不了的。你不是送子弹法，你这么有劲儿。我就我一断到你下面活不了的，我有可能不要这五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我不活吗？你活一个给我看看。我
你有这几年书都白读，我就断了之后，我假如说你走一个，我至少我这个拐，对吧？我这让后手吃你是吗？不然肯定后手，这冲你都，这本身一冲你吃掉。后手就算了。就是我一旦这个地方能把你断了的话，你下面局部是活不了的。就是说你断我还得补一手啊？我你下面局部就活不了。是吗？我逗你呢，你以为？那好吧。你不试试啊？我不试了。不给我揉给你的机会。你实在是先趴了，这现在局面可能有所改观了啊。没有这个，是有所改观了。你是在替谁说话呀？我替陈阳也担心。其实你心中在窃喜，我知道。嗯，改观了吗？我觉得还是白棋好，黑棋好是吧？我们看看网友觉得谁好吧。据我了解，网友一般都不太讨论棋的问题。赵汝寻说回头再蹂躏这个。他是在跟谁说？他不是说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在这蹂躏我了吗？那赵总太过分了。赵总肯定是帮着我说话。嗯。嗯，有网友说提交聊天老是延迟，嗯，这是你们的问题了。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确实就像之前也跟棋友聊过，在技术这个层面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嗯、因为是也是刚刚开始做，很多问题都有待解决，但是我们肯定会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也是给我们一些时间吧。嗯，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嗯，有人说刚才说话的不是赵呢？怎么还有人穿赵总的马甲？那胆子也太大了。嗯，我看一下。有人问你的一城网名是什么，我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哦，我刚才你可以透露一下吗？一城的网名我应该好像注册过六个号，但是加起来也没下多少期，而且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下过，下的最多的一个号可能是名字不太好听，有点什么有点痴呆啊，有点痴呆，那个是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当时是一个九弟的号，然后后面拿来下了，但是因为有时候晚上一高兴喜欢喝两杯之后回去下下棋特别有感觉，嗯，但是就往基本上就很难赢。嗯，好像据说李昌浩晚上也有喝多了的时候去下棋的。嗯，看来职业棋手都有这个爱好。正好那个现在也是棋还是暂时没走，可以跟大家讲个故事。嗯，那个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贾倩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她很可惜已经成婚了。她老公呢？太可惜了，是吧？确实可惜。嗯，她老公是我的好哥们儿啊，也是我们天津的，那个也是认识20多年的一个发小张东岳，嗯，非常帅。这个我觉得，如果张东岳坐在这儿的话，我们孟主播可能就有点相形。所以我们为了你，还是没有挖你的墙角。嗯，然后呢，就说到张东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两个。有一天呢喝酒，就是晚上是可能是个周末吧，没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喝了不少，夜里可能1-2点钟才喝回来，然后呢爆料，然后这本来该睡觉，东岳跟我说有点精神，这点儿就睡了，应该说是有点兴奋吧，有点兴奋、这点儿就睡了就不带劲，那个咱们那个网上杀一盘吧，咱们就是我们两个人
他跟我，他当时是回我家，哦，我们俩住一块儿，那时候可能跟你关系还没那么亲密，不太熟，然后呢我们就到一城，用了我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痴呆，可能是用的那个名字，然后跟当时的一个韩国的一个酒店，那个号呢是没怎么见过，是一个新号吧，算是，它是英文 IOIWIN。 那胜率怎么样呢？你们下之前我们还那个号胜率挺高的，但我们也没看它的胜率什么的，对，那时候也喝多了，对，就喝多了，一边下一边特别高兴，在嘲笑这个人，这人一开始是什么走俩超高木还是高木的，然后我们一边下一边就说这哥们儿骑不行啊，下得太垮了啊，这走的都哪都不对的，然后下来我们就说这骑赢太多了吧，他怎么还不认啊，然后我们接着呢一个地方他空，我们一股大伸腿，他怎么一阵靠，我们就往里冲，你知道吧，冲之后才从那个最后屁股后面开始打，我们说这棋应该不会连不回去吧，俩人都喝多了看不清，你知道接不归那一长串，我说应该不会，好像据说是一个最后发后来看是一个什么超一路超大伸腿是吗？对，然后就接接看吧，那我们呢为了表示自信一般都应该从屁股后面开始接，我们为了表示自信呢从最前面开始接，就是你可能会越死越多，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就接，他收一气我们接一个，他收一气我们接一个，最后我们接到最后一下啪把我们提起来了，那个一层那个有声音的啪一提起来，对，那个声音很生动，顿时我们两个人就酒醒了，就当时一下子两个人同时的一个反应。那你们后来去复过盘吗？这盘棋后面就第二天清醒的时候看了一下，觉得好像这哥们儿也不是很臭啊，这不应该，怎么昨天晚上怎么这么看不起他。那后来是不是推测李昌浩也喝了点儿？你怎么知道李昌浩？你不是说是李昌浩吗？我没之前没说是李昌浩，哦，后面问我们一城的那个网管什么的朋友，问那人是谁啊，那号没见过，然后告诉我们这是李昌浩的一个新号。当时我们头一天晚上还一边下一边笑嘲笑这哥们骑不行啊。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像我们这些我们在座的这些业余棋手，我们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去一城下棋有可能会碰到职业九段？那是，对，也还是有，据我了解，中国有些棋手包括韩国吧，还是有不少棋手都是夜猫子，然后半夜在下棋，也包括李昌浩，但是李昌浩这些年少了，因为这个结完婚有小孩之后也没那么多，不会那么晚睡了啊，他在他单身的时候经常夜里一个人跑到网上下棋。那教大家一个秘诀，就是要晚上下棋，想遇到高手的话。有人问棋手之中谁的酒量最好啊，这个你也很有发言权。这个如果是中国棋手的话，酒量好的非常多，如果要以国家队来说的话，可能是常浩吧，就是现役国家队啊，可能是常浩。换了刘老板，有人说我太八卦了，我该怎么办？太八卦了。他建议你以后不要请我了，还是请贾刚录。啊，不，我觉得停止八卦。我觉得更多的棋友喜欢八卦一点的女主持。是吗？可是我没有听到反响啊。不会吧，我都看到好多。有人说有点痴呆的名字取得好。那我们还有人问那个现在的棋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还要对我们让大家判断一下，判断一下。先摆两步吧，后面又稍微下两步，走了是吧。去搬搬的时候他就脱先了。所以我跟你说嘛，有魄力，你说算黑黑棋猴掉，我觉得你应该稍微占点便宜。白棋搬，如果挡住的话，这个因为白棋接完之后这个搬针还是先手。
黑棋是走中间，因为确实这个你硬的话本身被白棋便宜了，心情有点不舒服，另外被白棋先点到中间，还是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块棋毕竟没有完全活进，可能要被白棋搜刮，这个黑棋有点讨厌，这个时候先走到中间，这个位置也选得挺奇特的。嗯，白棋爬了，这个是先有权利。嗯，这爬完这被点一下很痛苦。点一个我这不是可以搬？搬就是对，就这个就让先生没有什么用。嗯，就是你立，就是你搬一个跟我粘上交换了，等于说，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对。就是白棋可以保留粘和虎的先手，嗯，就跟中间有点关系，你这个飞就变成绝对后手，嗯，但是白棋确实有点，如果你需要用的时候或者他飞的时候你点一下可能刺激最好，嗯，白黑棋可以选择忍耐粘上，粘上的话白棋这就后手了。嗯，我觉得以他的风格还是不会忍了，那就是黑的可能就不会飞到这个地方了。 嗯然后白棋跳，这个瞬间就都定型了。嗯，黑的一尖，白的白的应该是断吃回去，他还没走，只有这样。嗯，他只能断。我们可以判断形势吧。嗯，看看中间啊，中间黑棋还有没有问题？断点，断点是有的，但是这个断呢，我感觉黑的应该不太好了。黑的可以这个冲断先生，你连。我当然不会从这断，我肯定是走这个，然后让你去连吧。嗯，那好。那就算你走一个我走一个。嗯，就这样。嗯，黑棋现在比较理想是能搬粘到那一下。嗯，如果搬粘不到白棋跳的时候再搬粘，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问题也不大，如果算黑棋搬粘到这一下、嗯、然后一长这个就可以数目最大的一关子，算没挡瑞士。嗯，是不是只有挡最大？这样黑棋这上面还是跟刚才差不多吧，35目，36，嗯，这大概是2目，38，40、42、43、44，50目强，51、52目吧，大概是。白棋51、16，这是22。24、25、26、27、28，这个地方，这地方黑棋能进，这张黑的可以尖。嗯，如果被黑棋尖到的话，白棋这块就没多少目了，应该也就是如果也就10来目，20。刚才是只有28吗？就白棋40目不到，如果黑棋尖到这儿的话。黑棋是有50目强，那还是黑棋好。还是黑棋好，就是说如果中间这个这一块应该是黑棋稍微有点吃亏吧。但是白棋也没有追究黑棋、嗯、白棋后面就、嗯、就直接就搬这个去了，我觉得还是很想先点方啊什么的。嗯，但这下不知道，这下可能走不着。如果走不着，走不着的话，就是黑棋如果单收这个关子，白棋是飞还是搬粘、嗯？不能搬粘。白棋搬粘没有便宜，其实也还好，飞黑棋搬粘，然后白棋粘上这个，嗯，因为打劫的话，黑棋可能劫材不利。你点的时候，我脱先是不是还是打劫？点的时候，白棋。这个地方呢，白棋的定型一般是侯这个，嗯，可以直接脱先、嗯，直接脱先黑棋打，白棋是要狗这个，嗯，那白棋一般是侯黑棋，交换成这样，就比刚才来说多一子儿，便宜点，嗯，然后白棋脱先，就是因为黑棋劫材不利的话，这劫有可能打不过，打不过的话，如果嗯。等于就被白棋把这个杀出，这步棋大不大？可能也不会特别大，应该还好。黑棋就算挡住，14，大概是你收5目左右。
你又开始看八卦了。没有，有人鼓励我八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在八卦，我只是替大家来问一些问题嘛，对不对？嗯。黑棋实在没有尝试搬的这个，我很诧异。他担心什么呢？他只能说担心白棋断，但是我觉得不会担心呀。断一个就被扣一下是吗？是这样的。如果你尝这个，他的担心是白棋断，是吧？嗯，断黑的没有办法抵抗，只能走这个啊。忍一下吧。对，但是这下白棋其实没什么便宜。如果你还是要挡这个的话，这个地方被黑棋尖，你会发现这地方还有什么点的味道。对啊，这个味道太恶了。这个白棋其实这断下，白棋其实还不如要这个先手呢。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黑的。可能没什么必要走这个，实战是搬的，但是这个没白搬，这个跟薄厚有可能有点关系。就像你说的，这个地方有分段，黑棋如果要做回这块棋的话，这一跳，那这边是不是就会有点问题？反正我刚刚学到了，这底下是做不活的。学得很快，先学先用。他见。这个很，就是白棋自己这个靠了这端有薄位的话，可能就无法吃黑棋。目数还是黑棋好，现在如果是黑棋或者说这个地方先手吃完把这个冲了也非常大，就是你是六目，而且确保这两块都没有问题了。对，等于说他白棋刚才一直没有交换这个，也就是在强调他这块棋的保卫，是吧？对，那就是让黑棋来选择，你补。黑棋现在就先让白棋难受，这个地方你先表个态。这一下能忍吗？能忍啊，只要想得开，没有什么不能忍。我不好意思下，都下不出手，好像下了。这也正常吧，指不定你偶像跟你选的是一样的。这个就差不多，黑的应该也没什么棋走。我估计黑子有可能把这个吃了。那我是不是抓紧时间赶快把这打一下？后手。我后手我。打完我们算一下，如果接上黑的是八目，点完黑棋是一二三四，四目。因为利白在这扣一目，踢白在这多一目，就你说四目，你说四目肯定不大。但是这步打呢？是这么算的啊。那我是忍受不了被你打一下。这步打的价值就是很简单，因为现在这步点就黑棋这步接呢是你收四目。然后黑的这步打着这一下呢是先收两目，所以就是白棋这步打是一个你收六目的关子。你收六目可能已经是最大了。刚刚这个也是你手六目，就是这个带薄厚啊。这个我反正还是比较看好黑棋，白棋就开始读秒了。他不会选一个和我的想法一样的吧？你的想法？他为什么就不能选呢？说不定定你们心意相通，那我就过去下了。如果都和我下的一样的话，他确实也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好棋可以走啊。这你接着不行的，接这个地方被尖，这个还不如虎呢。你这顶不到这儿了，顶到这儿就肯定。我刚才是想接来着，我就看着这个，所以我才虎的，我下不出手嘛，犹豫了半天。什么都会啊你。我犹豫了半天。是，接肯定不如虎，被你言中了，惺惺相惜啊。
不知道张东岳有没有在看直播，作何感想？完了，你把我的八卦都说出去了。是吗？陈小勋会说中文？不会。有人说你和大理下过好几盘，你自己有印象吗？在网上吗？嗯，是下过几盘。嗯，就是那盘比较夸张是吧？我用别的名字也下过。嗯，就下过可能四五盘吧。嗯，有输有赢，那盘是比较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黑的如果冲到这个正是八十六，这块有个子目三目，十九加三十五，不是那么明显吧？黑棋还是五十多目。嗯，白棋，我这四块其实我每次数完都要重数一遍，是二十八目吗？五加十一加六加五。你曾经说过这个数，他打掉了。果然是八目啊，这次才打着了是吧？嗯，打着了，非常愉快。陈永勋很淡定啊。不是这三块二十八目，白棋怎么赢啊？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八九三三一三二三三四，你别看去，三十四，白棋只有三十四目，不对，我刚才在数什么呢？三十九，这有六目吗？三十九目，黑棋五十目强，还是我说黑棋赢，你有反对意见吗？没有。他果然把刘老师说的永远是对的。他教，他吃完了，下把这个冲，这一幕都要扣掉。我觉得白这个接实在是太能忍了。这现在就完全是黑棋的步调了。我看不出白棋有什么机会。这个是不是只能拼了？就像你说的妥协，他现在是走在这儿了。这个跟跳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就是你跳的话，黑的下去你就必须在接上。你现在呢，可以选择搬不好之类的吧，或者选择再回去。回去我觉得应该是无法争胜。这个怎么看都觉得白棋很难过，是不是有人说我们声音有点小啊？是吗？我好像看听见导播给我了一个，我这个声音有点，确实，因为昨天人有点疲惫了。我昨天是五点多比赛结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先不说这个，我昨天比赛完是五点多嘛，然后临时改了机票，就是为了我们的围棋事业。我本来是准备今天回来看我们的不是算球，今天有直播嘛，看我们的优秀男子主播那个讲这盘棋的。然后透露一下你们 MC 梦今天的搭档是谁吗？听说好像是他的很亲密的一位伙伴。希望，我觉得肯定大家早晚会见到他们同台表演。先留个悬念是吧？我昨天晚上改了机票，然后到家就十二点多了。然后确实人非常累，因为下了多长时间？九点半下到五点多，下了很长时间的棋。因为世杯是延时罚点的。不是饮食呗，长期呗，我晕了。然后就是怎么说，人很疲惫，就需要睡觉，但是呢，这没法睡，因为一在躺在床上呢，就开始想，想昨天的棋，棋手的通病。因为尤其是这么一盘棋吧，输的非常的，觉得自己觉得输的不应该，反反复复在想这盘棋，基本上是一夜没有睡，所以今天精神差一点，大家。我觉得你精神很好啊。
不行，你没有见过我精神好的时候。好，大家见谅啊。嗯。啊、他还没有走。嗯。我觉得，反正我可能他在考虑，啊，走了，怎么说人家没有走呢？啊，立夏是吧？那跟跳是一样。估计他还是有这个胜负感的。嗯。这个地方黑棋其实不一定非要那个选择打劫啊，黑棋可以点吗？如果白棋猴的话，嗯，黑的不一定非要就是扑个打，黑的可以选择单打。嗯，单打的话呢，你我如果再做劫的话，再做劫我就亏一手棋了，对，你亏手棋这步棋没有意义。嗯，你如果接的话呢，我就走一个双活。对。这个基本上双活，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白棋有一天，这个那个打进去自杀式挑战哈、如果不打进去的话，就可以视为双活。嗯，那刚才呢，白棋是跳一个，是有六有三分之一，对吧？黑棋半下六有三分之一。现在的话，如果是双活的话，这个地方呢，按韩国规则，双方眉目。这个局部如果按中国规则，因为这个比赛是在中国下的，是按中国规则，中国规则黑棋还有一目，所以说这步棋是逆收七有三分之一。嗯，其实我觉得可能就不比这步棋小，就可能比这步棋还大。哦，啊，说着他就来了啊，这个实战就已经像是这样了。嗯，那真的这个还是不给白棋翻盘的机会，这个白棋确实机会越来越小了、黑棋我现在就算挡住一棋六十六十八，反正我先手走了一个七又三分之一目、是吗？然后我再把它我先再点一遍摸黑，这个二十一二二二四二六二十七，二十七是最保守的，这目应该能点上二十八、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十四，这块就算是两目吧。嗯，其实少，其实就算两目吧，四十六对吧？嗯，白棋这三块是二十八减六，二十二。嗯，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十二三十三，白棋就是三十三，三十三好像优势越来越大了，这么一看。对。这个我发现，比如说，我刚才我就算白棋是冲这个吧，我黑棋如果走完这个，我补一手的话，黑棋还是走这个。嗯，等于说我现在先手走到这个，然后呢，我就被你立了一下，这个哪个便宜？我实在是，确实这个翻过我出来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也就是可能我刚刚有。有你这一段的话，是段可能没什么用。段好像便宜不到。可能也就是六七目，白棋应该没有便宜。嗯，还看不出便宜吧。嗯。如果还亏了吧？是不是？嗯。如果白棋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我看是差不多吧。嗯，二比零和二比一还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争胜的地方了呀，大官子基本上都已经走光了。嗯，对，看不见，这下边也没有手段。有什么手段啊？比如说没有。靠，这不靠，我刚刚想说是好棋。姜维棋判断是盘九到盘十，他还是比较保守的，是吧？也正常，因为该白棋下，虽然判断是十多目，你比如说这一靠，黑棋不能冲。黑棋如果冲的话，白棋有一挤。我可以冲进去吧，我可以直接冲进去，冲也可以啊。对，冲哪个好，冲还得接上，就白就这样吧。你看这一步棋的话，对白棋来说是逆收个一二三四
四目，这还加一个子儿，这个子儿、这个地方有可能成目、可能就你说个五目棋，你说五目刚才牌面十三目嘛，现在变成牌面八目，但确实有可能牌面九十目是比较客观，还是一个比较细的。那还是冲冲白的，白的哪个好？这冲冲了冲红。还是这样吧，看看。这步棋很大啊，这如果不走黑金这步跳啊，那黑金这步挡，我觉得可能应该跳这个。跳不是空前绝后吗？你试试，我撑你呢。我就不能先走上面吗？你可以先走啊。嗯。这算你走的，这步棋不是很大。啊，因为我们看走完这个白棋，将来搬展可能先生黑棋这个地方是一二三四五六目，如果你飞完，你只是这样的话，这个地方黑棋还是有两目，你说四目，嗯，而且白棋的问题在于，你有可能不见得走得到吧？如果你走成这样的话，我不知道黑棋有没有可能补在上面，有可能吗？哇塞，看着有点邪恶。你这不在上面干嘛呀？不见得便宜，我打就不在上面。那我这你能忍受不我？好吧好吧，就算这样吧。就是也就是你说四目，但这步棋感觉不止啊。如果你挡住的话，那这步棋应该是先手六目。嗯。因为刚才反正不跟你。我就再挡回来嘛，这肯定得挡回来。那这样和你比实战好。你如果不挡的话，这个段黑棋冲白的目数很惨。可是你发现我，你跳完之后还是可以靠进来啊。被你发现了。嗯。你要不要尝一下？你还得尝一下，你如果想防住的话。尝一下，那尝也可以脱香。嗯。确实也还好。就是，那你飞的时候我冲你一下呢？你这也不能让我下去吧？嗯，是。这爪将来就要被搬一下，很难受。这个不能断。孰可忍，孰不可忍啊，有点。孰不可忍，你就孰了吧。这一打的话，白棋接不住，我接就死了。嗯，走什么被搬死的。你擅长的。搞不清，就感觉他应该是，有可能跳一个更好。哇塞，他是单挡的是吧？嗯，他这次没听你的。单挡是什么意思呀？单挡就是先手。为什么？就吃两个大吧。为什么？吃两个大，他就不愿意冲这一下。如果你打的话，就。那他下一手他准备走在哪呢？他正先手，把这个走啊，你说。这个应该不大。据我猜测，搬砖。据我猜测，应该是跳吧。哦，没有，黑棋脱香。黑棋这吃这两个。他告诉你不大。吃这两个后手六目，后手六目强。他走哪儿了？哦。大是的，但黑棋这个地方，黑棋现在是先手。嗯。这一串很愉快，这马上还能煎一下啊。嗯，还没走。这个目数又缩，白棋。白棋可能比刚才数的，刚才可能还多数了一目。嗯，有可能。这样黑棋再吃回来。怎么样？我觉得悬念不会太大。陈耀烨的官子还是很厉害的，是吧？这两个人都是官子见长的。我是强精。也现在也还行。是吗？但是确实是，
确实是这盘棋中间感觉白棋缓了一点了。嗯，就说到潘永训，你不知道今年联赛的时候，嗯，我被他粘结售后一盘。我知道，我身为一个中国人被一个韩国人粘结售后，哎你可是他也是积累了很多教训啊，他才知道。因为韩国棋手他们经常是就是谈到被中国棋手粘结售后都是一脸的无奈。嗯，因为你记得今年是木百合杯吗？嗯，安东旭啊，对对，那个双节把人家粘结售后，那盘那哥们儿确实是欲哭无泪。嗯，对，也是有惨痛的教训啊。嗯，嗯，他是加了这个啊，这不加？他觉得中央这个大，这不加我要品一品。嗯，如果搬他就是吃掉是吧？不是就是吃。这样白棋就只能挤，可能白棋这样啊，这样白棋不便宜，虽然能把这个打回来。嗯，那这样白棋没有意义，这还被尝一下，这个破没破几目，下面先损一堆。如果白棋只能虎一下的话，中间是一二三，可能中间是四目棋。你说我一个四目，这个后手为我们基本上也差不多。嗯，还是感觉上十目左右的优势。不知道哪里有地方能够逆转，看不出来。白棋好像现在是读秒也用了三次了。嗯，看一下，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吗？你身为这个网站的主管人员，怎么能问我这种问题呢？啊，那确实我。其实你应该知道我之前邀请过你很多次了，对不对？嗯，不过确实有点大牌啊，怎么请都请不来，今天是难得有空，给个面子。我不是今天不是因为你们的 MC 梦临时有事儿吗？才我、哦、我才有幸吗？好好，是不是感谢啊，救场也算是、对，关键人物就要这个时候出场。嗯，感觉怎么样？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站包括我们演播室，嗯，说实话吧，我觉得你们这对蒋奇的这个棋手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坐在这里啊、哦、我很感谢。嗯，确实这是我最有体会的一件事情。这是也是一个对于棋手来说是像、对于棋友来说呢，这个我们这种方式可能让大家看棋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摆的变化、比大棋盘来说啊。对，因为我觉得我就即使说我站在那里，我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但是一个小时之后，我难免我会有分神的地方，因为我毕竟我的点，我坐在这里我就很轻松。其实大家看不到我的时候，还可以偷偷的喝两口水呀、什么的，这样我更喜欢这个环境。是。宰相还说呢，挂大盘最怕打哈欠。在这儿不是我说的啊、某人说的、是 MC 梦的搭档。在我们这儿就可以随意的啊，偷偷的。这个棋啊，那搬先搬了一下，没有搬了吗？加之前搬的。看见好大的三个字，假美女。哎，都是我这个姓实在是太吃亏了，是吧？他还是没走棋，这是在做形势判断吗？啊、没，白棋走了两手。这个很细腻，这个点，黑棋确实没有办法反抗啊。只能接上，可能是便宜了又。
为了便宜一目棋。嗯，如果走这种，这白棋一搬黑的就挡不住了，嗯，就没有办法，只能接。嗯，这样就是这个棋先手。这时候电脑上显示白棋已经剩下最后一次读秒了。嗯嗯，就是说他这个官子功夫现在要发挥出来了。三没有点办法，是不是已经很难？嗯嗯，很难了。这个应该走掉了吧？我是对这个，我知道孟泰林是在棋界有名的数据达人啊、哦。嗯，我他不在我这个好像有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是第几次？嗯、就是中韩现在天元卷的比分线是多少？你这个问我真是问对人了。啊、哦。你也是不是也下过吗？没有没有啊、哦，新人王你下过也没有啊？没有吗？你这么给面子，问的都是我没下过的，啊、还是要请我们的数据达人过来才行。嗯，问我嗯，就这个比赛是吧？对，这个比赛。这比赛我不知道，嗯，确实不知道。我确实问对人了。嗯，有输有赢嘛？嗯，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嗯嗯。可印象中好像还是中国人赢得多，没有吧？因为头几届都是李昌镐，是，但是我印象中是在某一届的时候追平了啊、嗯。然后我不知道底下的网友有没有人有那个查过这个资料啊？如果是追平过，嗯，应该是中国可能赢得多。嗯，8-8，你们说8-8？8-8，那这一届很重要呀、啊。嗯，扳头。这吼掉了。我觉得白棋唯一的指望，可能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最后的自杀式开劫。自杀式，我天哪，这我脱先不是还是打劫吗？不然你去什么地方争胜啊？那你走这个的时候，我还可以造劫呀，这太难了吧？嗯，比较难。就是帮他想想办法嘛。我觉得已经无力回天了。是吧？把这踢了。180-181，这个黑子应该会提白棋一下吧？那总是你的了。就是看看你硬在哪。我能硬在哪儿？你正常是退吧？对啊。你如果敢造次的话，我一挤，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形状啊。嗯，有什么手机？白棋全都给你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吗？这种地方确实，一看到这种地方，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不想说自己年纪大也、啊，这是你的战场，嗯、点一个，好感觉，不知道是这样吗？看上去不错，实际上有可能有用啊。不是，我就为了便宜点目数吗？是便宜点目数，对。嗯、这个我们假美女不是。花瓶呀，这个棋确实好像不便宜。如果接的话啊，我这不就出事儿了吗？你这里边，嗯，怎么出事儿？你可以单接，不对啊，我是赌过了呀，我就锦气，我不就赌过了吗？你怎么赌过？老婆被你哄了才好的。哇塞，搬完一团，被你点呢，打死了、哦、哥们儿，啊大姐，这样环细节，嗯，这个扯得有点远了，他实在什么都没走，我觉得经常因为下棋经常是死在一个局部的计算里，就比如说这种。一口气看不见的，
你现在还经常下棋呢，我颇感意外。搬砖，这应该也是那时候三目以上，嗯，跟这个差不多大。哦，这个粘。嗯，这个粘，粘是一二三四五目墙吧，墙不到哪去。嗯。这个。我还觉得黑子应该会提这个，啊，你看，这种地方。题就是还是要问你，先问你一下，嗯，你退到这儿，你就黑棋就无所谓了。我也问他一下，问来得及吗？来得及啊。这确实，这个不走的话，很有可能跟黑棋把这个逆收了，这逆收很大。我觉得白的正招是团完退。嗯。棋盘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地方了。这个大吗？这个大，这个走完黑的马上要吃回去了，不吃被顶。对啊。你如果只能做这个眼的话，局目太损了。哇，还可以做这个眼，刚发现。嗯。我以为他要他命了呢。你看，你最多就要这三个子的命，他的命还是。哎，你比如说他如果顶的话，你真啊顶本身也不便宜，顶被搬进去了也不便宜。嗯，搬得进去。搬得进去。是啊，我觉得应该还是退。退了吗？退了。我是很害怕收官的，一进入关子就人就处于一个茫然。不会比我还害怕吧？我真的是茫然的状态人。刚才有棋友提问，就是怎么算目，大概就是收官的时候吧，是指。嗯，怎么算目？嗯，我来说呀。那我有资格说吗？我对目这个很差，嗯，可能还不如你呢。可能还你的用。我主要不知道这个棋友他说的这个怎么算目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怎么数目呢，还是怎么算？怎么判断这个官子是几目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嗯，因为已经刷过去了，我已经看不清了。这个意思就很简单呀，嗯，比如说你找一个。比如这个搬粘吧，嗯，黑棋搬粘跟白棋搬这个相比，白棋差了一目棋吗？黑棋呢，这个地方是白棋搬一下，黑棋将来就是算是提一下，嗯，黑棋现在是三分之二，嗯，如果搬粘完之后是三目，就是黑棋的目少了三分之一，有二有三分之一，嗯，白棋目少一目，这目官子就是三有三分之一，嗯嗯。这我也就这程度了，再高深一点呢，我可能也说不好。我记得有大概是毛瑞龙吧，嗯，给我出了一道，就是二路爬了好几个，然后爬一个不走，啊，再爬一个，然后就是连续可以爬的那个形状，对对，大概是多少目的时候，嗯，我真的是算不出来。嗯，那个我们小时候在，嗯，我小时候在郑州学棋的时候，那个翻那个日本很早以前的那个围棋杂志，嗯，棋道杂志里面出过很多那些题，但现在，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业余棋友，嗯，他跟我说出来的近似于正解，大概之间差了六分之一吧，只，嗯，差了六分之一，嗯，然后我问他你是怎么算出来，他说我有一个公式，嗯，然后我觉得高手还是在民间呀，确实，嗯，那个上次一个哪个国家的一个数学家，一个欧洲人吧，嗯，他也是来棋院，
就是怎么说参观吧，嗯，然后就是拿了好多题，就是类似这样的，嗯，他也是研究这一块数学啊，他也有公式，嗯，真的很厉害，术业有专攻。哎呀，又不走棋了。黑棋也读秒了，这个再点目吧，闲着没事多点点目。50 50 60 80 90 21 22 23 30 32 33 34 33 34 34 42 42。现在姜维杰也半天没有说话了。23 24 26 27 28 23 30 33 34 33 34 33 34 35 36 40。白棋刚才多少吗？是42吗？你不知道。嗯，我刚才说白棋多少吗？嗯，32 42。你再变一遍吧。42黑棋50目，而盘面8目，闻黑棋走。啊，黑棋走，黑棋吃那个小胜是有，但是确实是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嗯。这比如说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官子怎么收啊，嗯，这就很有学问，你是要让我来想这个问题，我就你是说黑棋呢还是白棋呢？这个地方都熟，都一样的。你说如果无非就是这个尖和这个尖嘛，黑棋收黑色应该还是尖这个啊，黑色应该是尖这个，白棋收的话那白棋也是尖这个，那白尖这个黑棋可以顶个扳。对，黑棋就是让你先出招，嗯，你不走这个我反倒不会顶这个，所以说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放在这儿？嗯，这哥们是几的？他告诉你怎么收。嗯嗯，是不是挤一个就不走了？不会吧，好难啊，这棋可能比我想象中要细。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他说这确实是感觉小了，张月说没搞错吧，这扳住。嗯，他为什么要打这个呢？哦，扳住黑的可以扳这个，什么意思？这不，那扳住也很大。刚才他确实是摆过一个变化图。我觉得黑棋这两个不应该给白棋吃，我现在觉得这两个肯定是不止六目。刚才我们说这两个字母本来是这样的棋形，它，嗯，有一些连带的目数是吧？对，这样的棋形肯定我们六目肯定数少了，这是四目。如果这样的话，白棋这要这是两目，嗯，白棋要补两目，然后这儿还有，对，这儿还有冲完什么打之类的。嗯，冲完这白的气有关系，有可能还差一目，嗯。对啊，黑棋这个地方可能还差一目。那不止六目，肯定不止六目，你可能有八目。黑棋被他吃之前是走哪了？是加了这个，加了这个。哦，他，我当时是觉得如果尖一下，嗯，不走这块棋是会有危险吗？感觉上不会啊，他棋这么紧，怎么可能有危险呢？如果这样的话，嗯，这个棋太大了啊。而且提完，哎，可是你这个撞完了之后又不走了，嗯，会不会有点问题，啊？那可以，其实可以不撞了，这几下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嗯，我现在来看，我不知道，突然间觉得优势不那么明显，是不是因为这个？
对，这被提了之后，这么一数，这是一二三四，只有四目棋。对，撑死这儿挤完了是五目。嗯，挤的时候要夜是半个力。这么拼呢、啊？你觉得拼，人家觉得这是，但这样白的不是搬进来了？对呀、啊。嗯，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一点慌乱。这是不能断的啊，这个断是绝仙。冲，除非，哎，比如说打劫。现在就是一个打劫啊，这个挤的挤，白棋看起来只有这个地方断一个打一个铺一个三个劫，黑棋有两个本身劫，好像差一个劫可能。是这样的吗？我们看现在黑棋提劫，白棋断，黑棋打，黑棋如果粘劫的话，白棋这是三个劫吗？我尖哦，你尖你都忍得了，那怎么办啊？我这个不是尖亏太多吧？那好吧，你就没什么，你尖白的可能就不打劫了，尖不过。算了，莫非也是权宜之计？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别说，女孩子思路还是挺灵活的，能想到。如果吃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白的一挤，黑的一提，白的一打，黑的一提，白的一提，黑的一接。不过这样黑的可能也不见得怕，黑的一提，白的一扑，黑的不能要了，要完这一提就没有接了，黑的只能提，白的提，黑的把这个吃了。这转换看着谁便宜？这转换看黑棋便宜了。黑棋便宜了。我是就随便看一下。你看的随意了点吧。哦、我们好像棋摆的有问题。嗯。那个不是我们摆的问题，好像他前面棋谱记得有问题。黑棋一九三。怎么了？你看的一九三是在哪？九三，哎呀。一九三怎么立了一个？这个我理解不太了啊，这不立。嗯，是吧？换作是我都不会现在去走一个三六三分之一目的官子。刚给大家聊完这个官子多大？嗯，你还是很及时的。嗯，这是为什么？哦，这不是三六三分之一。这地方白棋将来有一扳啊，这一个简单的官子，这有一段，这个我前面居然没有注意到，你只能吃。哦，这一扑有一个。嗯，扑一下，嗯，就是将来如果白棋打黑的接上，但是等这个可以算黑棋提掉，你打一接，如果这一提不走的话，这一双大扑。嗯。那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官子就是黑棋又多扣一目，嗯，这再扣三分之一目，因为白棋现在这个提变成了四有三分之二，这个力是四有三分之二，现在需要更正一下啊，不是前面说的三有三分之一，嗯，是，然后白的尖，黑的吃的这个，白的再挤，是这么一个次序。那就是说刚刚棋谱错了，又重新。对对对，刚才是棋谱错了，其实确实黑的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吃这个。嗯，那现在来看，嗯，那就跟这个变化都不一样啊，这个都不是劫了、哦、也是劫，我们先看实战吧，因为实战没有打劫，还是这样尖了，打吃级的时候搬粘的、嗯、是搬力吧，嗯，然后白棋搬，
刚才搬是200，现在变成202。嗯，搬开了，现在还是没敢打劫。是不是引起不闹事儿的想法？这个地方是，但是没有接。没敢打劫。哦，打劫的话，可能白棋能下到白，可以冲一下先。不冲一下。然后铺这个找劫，这地方可能是劫，因为提一走一靠，黑棋死掉了。白棋可以先冲一下，冲是绝线，这个不然太大了。我先冲一个不行是吧？这个地方有点，反正黑的没敢打劫，现在就变成这样了。这个目数就完全都要重新判断了。挡了一下，接上。不过看起来黑棋还好。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因为中间本来也就4目，现在还是有2目。如果能打到的话，还有2目，下面还有5目。他得了。闲着没事儿。白棋团的不是搬住的，就打过。白棋是团的，没有搬。搬了干嘛呀？是官呀。搬黑的可以搬这个，确实也。对啊，给他搬一下怎么办？不好搬。这如果断，黑棋就跳双。他就弹的这个，黑的猴。黑棋这个是猴的。你只能猴呀，进不去了。但这张，因为我快跳啊。跳。打劫，打劫，算了，跳不是打劫，跳可以。你冲的时候我就直接来了。那是应该跳啊。这个跳想想哪个便宜？好像是跳便宜。跳肯定便宜，如果这么看的话。他还是能给我打劫。不行，连环劫。你这给大家摆一下。冲，冲，挖，吃。如果白的接上，黑的一冲就回来了，就是那个接不亏。白的如果企图这么打劫的话，黑棋可以冲，这还是不能接，你只能接这个，就是循环劫。连环劫，这个应该跳。如果白棋收一个这个点点目吧，4、14、16、18、21、22、23、24，因为将来这要顶一下的，所以这个半目跟这半目见合，36、47目白棋，47这应该算不上，46吧，应该就差不多。这有打了爬一下蹂躏你。46吧。不是你爬下没有用，白的这个你弹一下。47是吧？我忘记着。咦？不见得赢啊。江明人说盘八到盘九，现在又说盘八了，怎么一直在缩水啊？这个目数。不是，我觉得真不赢啊。白棋46，白棋46。这个没点。这个没点。关键的一幕。这个没点，这个地方还得有一点点目。这个地方目数是这样的。算黑的尖一下，就因为基本上黑尖。如果黑棋走一个，黑棋是一目。如果白棋走一个，白棋是1/3目。
所以这个地方目呢是一加负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再除二，这个地方黑棋有三分之一目。天哪，好难呢、嗯！这种你不要让人家觉得围棋这么难，好吧？但是确实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三分之一目，甚至四分之一目，甚至六分之一目，都有可能最后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嗯，这个其实还是围棋，就是往往很微细的一个东西。嗯、他好，白棋是走哪儿了？你看一下，从这个。其实我这边怎么没有显示？哦。冲这个是不错的官子，冲这个它是拐、哦、你挡对，你冲对不好硬吧，拐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这个太难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现在黑棋走什么？我觉得只能看实战了，实战都是正。是吗？白棋这步棋逆收个、嗯、逆收很大，逆收两分多，不过这也是后手三目，这步棋。210在哪里啊？210早就过了，我都摆过了。我知道张薇姐说这个和210价值是一样大的啊，就是团这个，嗯，就是逆收两目，是也就逆收两目、嗯、就说明他认为这手棋不是很大。怎么是逆收两目呢？如何能演变成逆收两目？不明白。没事，反正之前已经下过，我就不太、嗯、先看现在吧。现在白的是提，黑的是走的是，嗯，可以交换了一个什么，然后飞的，嗯，是，啊，几个小飞，然后白一冲，他为什么不打掉呢？打哪个呀？这一下打掉会亏吗？打掉这一下，就是你现在这个子，你愿意放在这儿还愿意放在这儿？这个地方有价值吗？不知道。你心里肯定知道的，这明显没有价值啊。你这地方没有什么，我这一目棋要。一定要补回去吗？这一幕，这是眼见的一幕，对吧？